谢谢发言人。大公会传媒集团传媒体大公网记者提问。之前大公报有报道，有港独组织香港民族阵线声称其已与台独组织岛民抗中联合建立了所谓正式的同盟关系，并扬言用武力分裂中国，请问发言人如何回应？谢谢。台独势力和一些港独势力，他们相互勾连，沆瀣一气，公然鼓吹所谓的独立建国，甚至有的还讲出要武力抗中，妄图危害我们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危害同胞的切身利益，说这样做是不得人心的，也是不可能得逞，而且他们这样做，也等于是自己撕下了披在自己身上这种民主、自由、人权这样的外衣，暴露出他们分裂国家和损害民族利益的这样一个本来面目。谢谢。